我把他打败了，打败了，兄弟们，掉骨头了。这个就是做彩虹剑的那个材料。我的天！再打他一下，得两根才能做剑，我记得。飞起来了吧？再打一下，别碰我！他飞起来了，降落的时候就是他根儿的时候了。死！漂亮，几根？哇，彩虹古剑！我直接得到了一把，120000攻击力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不如咱们自己做一把新的。彩虹木剑才这么点儿，这个彩虹剑这儿呢，彩虹神剑又用彩虹锭、彩虹粉，啊，彩虹神剑咱们可能做不了，看有没有别的东西。彩虹钻石，哇，这个彩虹钻石也是搞别的，哇，你这个真的是骨头呢，这儿呢骨头，彩虹古剑可以回去自己做一个彩虹古剑，不过我们家骨头好像也没了，来多打几根，这个材料是不能卖的。所以是非常稀有的道具，我真服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先做一个彩虹古剑去，不就是小白吗？不就是骨头吗？随便开几个幸运方块还开不出小白吗？那不是随便开，来个小白，快点！哎，开出一把剑，攻击伤害 6.4， 我就不奢求这里边能出什么神器了，神器还得自己做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哎呦，不该把他们打下来。打下来都多余，忘挖萤石粉，转化桌暂时做不了。哦，钻石甲穿上，把萤石粉挖了，再挖点矿，可以把便携式做出来，然后就丢不了东西了。应该，末地水晶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这东西都能开出来，不愧是高版本啊！末地水晶如此廉价，这是黄金套装。这还有一个方块，不对，是一群，两个，啊，两个都是空的。熔炉里，妈耶，熔炉里都塞了两个幸运方块，这真的是幸运大陆，太幸运了，到处都是幸运方块。再开一个，鱼竿，猛男方块，耶，我要挖一点东西，黑曜石，我家里应该有黑曜石吧？再开一个方块，咱把便携式做上。哦吼，要什么金块，咱家不缺这点金块。信标可以拿一个，信标也许能做东西。哎，这个怪掉骨头吗？这哪里能搞到骨头啊？有骨头咱们就能做骨剑。不要惹我，不要惹我，再往这边来。哎，晚上是不是就能做骨剑了？因为晚上有怪也是，来，天黑，现在难度高低是个困难难度。小白应该快出现了，前面有鸡，鸡都来了，小白还不来。一边开方块，一边等小白。拜托，这些破烂就不要往我身上走了，好吗？砂岩，哦，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个问题，咱的转化桌里的东西被清了。那我那个仙人掌不就没了吗？我服了呀！我才想起来，我有一件神装可以做的。又是他，这晚上也能遇到吗？我让你嚣张！得了一个，直用古剑。我去，这打人还带火的，那这打完了这还能捡着这东西，怪不得。这属于是垃圾装备，兄弟们，单纯的就是攻击力高，没别的优势。现在把这头盔全扔了，甘蔗也拿一点。你躲开，不想伤害你，真的不想伤害你。我们还是换回这把剑吧。打这种小怪无需用古剑，火药咱们捡上，线子也捡上，又一把彩虹古剑。把小白呢？这小白呢？看这边有没有小白，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关注哦，不要忘记点赞哦。找到小白了，哈喽，掉骨头，漂亮，骨头掉到了，快快快，天亮我们可以做一把自己的了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方块，哎，没见过，看一下，哎，开了还有个幸运井。